看看这个，这个是阵地王绿的，翡翠佛座108克的稀世之宝哦，啊，也是正阳绿的，看看这是自然光线的窗口的自然光，清代早期的，翡翠手这个佛座。好漂亮，看看，啊，玲珑剔透的正阳绿啊，罕见的，就算应该是孤品，哎，绝世孤品，几乎是不是孤品啊，也是稀世的，见不到的东西。今天那些在缅甸去挖玉的，也挖不出来的喽。这108克的佛珠，这有大福德的人，得到的应该才能得的东西。从佛门的那种上来讲，好漂亮，这自然光，不是没打任何灯光的。就是今天是阴天，没有太阳，就是在这种阴天的没有太阳的光线下显示的正阳绿，是标准帝王绿的呢。这都是清代王公贵族，他们信佛的那些人呢。用的器具，欧玛尼班米哄西，我得要到我们小姐们小姐们朋友就话叫萨姆嘎德苏瓦哈，哦不了不了，萨姆不了萨姆不了，印度尼维修丹尼哈，努加尼卡努加尼苏瓦，我也是念佛人，这个我也念过一段时间，当然用的不长。啊，这是叫呀，什么呀，蒙格拉呀，不知道呀，叫咕噜修改，修改那是的啦，好吧，一个怎么那么啊？哦啊，嗡。